前组嘅五一节嘅跑龙船比赛受到疫情嘅影响，停办两年。今年相关嘅防疫政策又变样嘅，韩国民众又当期待，故说再过来期盼。比到嘅跑龙船比赛嘅内地飞通韩卡精彩，从安部啲新凤祥慈福宫嘅庙平空，有唱嘅有名嘅戏剧总团来表演，韩皮下嘅太乙嘅天花抛绣，五一节嘅飞通迎着安呢。看看到你的新竹演唱比龙船赛以前做演戏，忙表演以前先看四百八十秒的天花炮，民众没知道当欢喜。亚创龙船比赛以前的演戏，特别邀请台湾传统戏台的歌戏团做台戏，爱本民众来看。表演我们平常也已经很久没有看了啦，但是觉得现在还可以看，就觉得说蛮特别，也可以再看一些中国文化的东西，觉得蛮好的。因为小朋友他很喜欢看歌仔戏，对，想说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带他们一起来看。戏出用夹片现代剧场的表演观念，传统歌戏没有新的表演方式，现场要上几千三名众抢下来看。就历五月四号，我们举办了明华园的表演，我们很荣幸请到了我们的明华园台柱孙翠凤领衔主演的济公活佛雪芙琴的戏码来这边演出。整个的戏码也是以爱情的故事为主体啊，希望带给乡亲在疫情的期间有更多的一些温暖，也更多的一些大家可以共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向，那所以会有今天来邀请明华园的这一个准备。新竹县教育局讲，要把新编的歌戏按进资，展现了传统戏曲的多样性。每希望推广亚戏曲艺术，文化都好上瘾，亚传统的戏曲文化，漳州的传下去。下个新闻网文鸟，新竹报道。